我觉得你特别危险。怎么说？心思缜密，滴水不漏。我跟你不是一个量级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再有那么多意外。所以徐总监是在怪我这个意外了？当然不是，已经翻篇了不是吗？可是生活不就是由无数个意外组成的吗？这一点徐总监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王吉，你不是说林泽哥哥在加班吗？我去了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我这宵夜全白搭了。他可能有事出去了吧，我刚才还看见他了呢。你看见他了？你见鬼了吧你。我好像见鬼了。什么？不行，不能这么冲过去，有失风度。